从前，从前有一个很有钱的人，但他很小气，又总是钻漏洞、逃漏税。有一天，他在路上遇见了政府，他相当紧张。突然，有一位天使出现了。天使说：“逃漏税生病了，没有健保；逃漏税桥断了，没钱修；逃漏税公务人员就会没饭吃。”逃漏税军人就没有薪水，就没有人想当军人，国家就没有人保护，战争来了就会灭亡，所以就让我用舞蹈来感化你吧。此时，他才知道逃漏